放松的感觉。好，接着第二题。黄荣民师兄的园子里面，我们有准备。好。大家早哈、哦，欢迎大家今天来这边要排土块。一个留一个窑口，窑口等一下要烧柴。啊，烧柴烧完以后，还要把那个差不多快要三分之二的时候，上面放三根铁条。哦，因为我们目的是要把那个土块哈、哦。第一组到第八组去那边帮忙。第一、第八组都是义工，他们都在忙哈、哦。先找人，正好在木头。看这边呢，啊，这个可以哦，是吧？这是工厂设备。Thank you.
来。我有手腕，哪只无？我点我面这玩意。哎，师兄，师兄，这一组大家进去了。好，进，进，进。我马尾。师兄。啊，能上来啊？好，好，好。一定要带两个手套。没事，哎，姐手套。慧珍老师呢，他很早以前就很用心的规划，然后这个活动其实是我们义工菩萨很多人哦很早就准备的，所以先可以您可以先起排，第二排接着排在边。好，你有带最好用自己的，没有带我们自己从这边走好了，我们来看。大声的说。对，因为它长得像米老鼠。这个是潜水艇。哎，你们抓！受伤了。这个是什么？